咖啡、蛋糕、拉花，甚至是一间咖啡馆的店内空间设计，都是门各自独立的大学问。如果一家餐厅能将这些元素都做到一定的水准，那就等着客人上门吧。在遇见花园咖啡馆中，你会开始扼腕自己为什么胃口那么小。橱窗中那一块块提拉米苏，食材选用新鲜奶酪，上头撒满可可粉，底下则是单吃也很好吃的饼皮制成，嘴里肆意着乳香。只能说在这个舒适的空间中有这些美食的陪伴，真的是太幸福美满了吧。